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针对这款巧克力呢，我们铺子上也只是卖了10年，在这10年期间，只要使用过我们巧克力的这些果农，对它的效果然后还有其他的都是非常的认可，都是说赞不绝口，有很多个客户都是连续15年以上的在使用，它的果树现在就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，它的花叶、黄叶、小叶这些几乎没有，而且它的果树叶片非常非常大张，它的根系也很好，土壤环境也非常好。那为啥子呢？是因为我们巧克力不仅仅是含了一点点氮磷钾而已，它还含了你整个生长周期的所有的营养元素，它里面的核心配方牛樟树调理我们土壤酸碱的效果非常非常好。因为我们现在土壤就是因为长期大量的使用我们的化肥，那些大量元素的化肥，然后让我们土地现在偏酸偏碱的情况非常严重。那么我们可以连续使用2次以上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。这个巧克力非常建议大家，就是我们全年一整年都添加去使用，然后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颗粒水溶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个国家。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Cocoly。